我哋会唔会系立案去做咧？就要睇下佢咪涉及行政失当嘅。如果有批评嘅话，你唔好就唔该你就做好啲啦。有咩咁难呢？有一棵树发生咗事嘅时候，其实牵涉好多部门嘅 ，lens 啦吓，可能路政啦，甚至屋宇都有喎，有啲会拍咗落去，然后啊树木下，然后之后就民政处嘛，有一棵树五个部门嘅人，咁所以如果唔该，即系有一个系接到一啲譬如咩嘅时候，咁你执起佢嚟做咗先，就唔好叫投诉人再去四五个部门啦，边度搵到咁多时间去做，同埋边度能力去？或者他去到的時候他又說不是他的，那就是別人求你就不踢了，我希望他們即秉持著一個政府的原則。我們始終呢，就是我們都是對事不對人，即我是因為為什麼呢？其實最終那個主動調查的報告如果成立了，即那些中間裡面的一些指控是什麼，其實最終都是他阿 Head 他部門的首長要背負這件事，所以我們的報告裡面呢，我們都不會特別去將某一個人，但是件事說了出來，我想他們的部門首長呢是責無旁貸要去做這一樣的事。覺得呢，如果你說在執法或者什麼那裡有一些權給你，其實你綁了手腳，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機構，還有法律裡面其實給了很大權，反而你見到法律裡面很多 check and balance 拉回一些，就是因為我是很有權力是去拿任何的資料。